而且好像还没有到非常非常便宜，也不是一两美金的那种价格，是那种一二十美金的价格。我刚讲最后一次嘛，到崩溃之前，在我们看 SISO 跟 Firebase 打完之前 ，Firebase 已经2-1耶。不然就是在我想出那个 laser beam 之前，因为你看他随机升的每个装，他不会升没有用的装备啊，因为他不会升音乐盒，不会升，不会升鞋子，因为我知道鞋子只反重力鞋在这里没有用。好，那就不会升这个。那到底那个是拿来干嘛的？逃跑吗？逃跑也太消极了吧！你给我升一点对打王有用一点的那个吧。超过吧，我12点前就到这里了吧。结束。哇，炸鸡勇者哎、欸！趁着炸鸡勇者还没有改落，最后还可以打个压倒性组合技之前，把握机会吧。术士对德鲁伊对巨人。这不能连线吧？这跟谁连线啊？这也不是一个连线，这是单机游戏。你说 low 吗？你说 LL 吗？我想看，有啦，我有跟观众一起打过啊。可是我不是很喜欢跟观众一起打 LL。我打 DOTA 也是这样，就是我很少。我们你有看的话，我就很少跟观众打，就是个人喜欢的问题，习惯的问题。出来 ，OK。切达打的缺点是你被碰到就死了，直接死。对，也可以。那个时候打那个、啊，还有打有一场的、啊，的确有打过一场那个、啊、NG 啊，然后那个、啊、打4连杀那个时候。他有双人，对，他有双人模式，可是没有连线模式吧？我决定送两个出去。第一次打食人石都选什么塔里克，妈的莫名其妙，还好回去就买九头好一蛇，谁跟你那边闹？可是觉得法师放两张研报还是一张，你起什么法师兵法哦，一张就好了，一张就好了。你有红龙吗？你只要知道你红龙玩的血量只要一张兵，只要一张研报就差不多了，所以。我是白痴，玩错了。啊，干，我被关在这里了。这个炸弹看可以干嘛？天要打人消护盾就很难呐、啊。因为他的移动方向有时候就跟我想的，不一样。我妈了，你看我现在只能当个废柴站在这里了，跑给他追。妈了，这要怎么出去？等前面吧，前面这里消了就有机会出去。No.
干，来不及。他的二跟三很快，二跟三只要第三层第三阶只要打一发就好了。第一层要拼，如果你要赌命也很快，就直接这样打一个，然后直接上去灌他脸，这样看是你会先死还是我会先死。可能你直接旁边贴一个位置，然后直接开始打，这样就好了。应该再往旁边走一点，能这样，我就直接灌他脸。有没有？好，一条命了，0.5秒，这就是不要命的打法、啊，就是当然不要命的打法比较快，就啊，你好 ，A 102938456 S Dan， 你是实弹吗？Why？ 我应该不会去打 LOL 吧？我觉得，好，除非有什么活动邀约或者什么，不然我很少去打 LOL。快 N 年没有打了，有破年应该还没有，可是很久没有打了是真的。不能，蓝色圈内是没有无效。被逼角落，这样子的话，好处是第一条血会很快，超级快啊！妈，我两分钟，我两拳就直接把你打出来，然后接着跑给他追，耶、yeah ！这样好处是比你在弹弓那边玩20分钟，死的会快一点，开始的会快一点，死的也会快一点。哪里怪怪的？我现在扣一而已，然后打到他两条血。哎呦哎呦，刚刚好，呵呵，好，接下来就找他在哪里了，我只要打最后一发就赢了，来吧。妈了，那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跟你讲啊，现在就是打快攻啊。好，最后一发了。哎，没有中啊，好像有点机会。还是中了，妈的！我们躲那么久，没中。No way！ 不行，这完全就是放。我不知道最后一层蓝色的碰到会不会死，我不知道。我去，我在这闹了那么久，然后像个白痴一样，还是撞上去了。就直接这样吧，既然这一切都是拼来的，那我们就直接上吧。你不要跑，好，输了，呵呵。难啊，根本就打不到。
等他回来再说，累。那个要狙击打到其实也很难欸，说实话。碰撞范围很大，第一圈的那一个伤害就到了。OK， 偷鸡。关掉，然后跳过去。没有，这已经不正了，这一点都不是解谜游戏，我跟你说。妈，前面这个什么时候要消啊？出来，出来。没有死。哦，攻的速度太慢了，所以炸弹炸它有效。啊，这个嘞，该不会这个也是代替炸弹吧？这样太烂了吧？换完装备，不然做了。没事，我想说为什么我看的跟我按的不一样？啊，原来是。炸弹破跑喽跑喽跑跑跑，完蛋喽，出不去喽。欸，有机会出去了，因为最左边两颗是新的，所以很快就要结束了。我是最低最早的，所以很快就要结束了。跳上去 ，OK， 然后再跳下来，耶、yeah, ，闪开了！记得要把所有的那个 Lunar Beam 都关掉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取消会取消不到。哎、欸，干！妈的哈，我是个智障，最后还是中了一发，而且这一发也要中。算了啦，妈的，前面这发什么时候要解掉哦？那个光会持续多久也是一个不知道的时间。然后我如果可以知道那个时间，会比较好过一点。真的。炸弹炸得到吗？还是炸弹可以炸这个？不行，那就不对，那就不知道炸弹，那也不知道炸弹来干嘛的。有没有衣服呢？有，而且后面还看起来还有关卡、欸，真的假的？那帽子，你跟我讲一件事情啊，这是最后一关吗？这是最后一个王吗？还在这后面还有两百多个王，那我们就收了，我不行了，我已经精神涣散。哎、欸，干！他把子弹跟那个做成同一个，也是一个小问题啊。库纳，库纳，库纳。好，结束。三剩下的就好了。
左边会先不见，所以我要先把它算了，直接吃伤害过啊。OK， 第二颗。先打到他。No， 我剩你滴血，上面有盾牌，没有雾，一点雾都没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雾哎！干，我居然靠这个哎！让我浪费了一个物。你不要想说有物就怎样，物很难丢，物也很难丢，很难丢的好。我觉得，还是没有那么快，我觉得。如果他现在让我走过去，然后踩到这个爆炸，我就把这个游戏摔了。你是因为我刚走过去那玩意爆炸，然后游戏会重来这样。哇天哪，我在那边瞄超久，瞄那个莫名其妙，我 writer K 一定会难过，因为他刚讲完话，然后我就过了。钥匙呢？钥匙呢？不管，先去吃盾，妈的啊！干，今天还要点名嘞，妈呀！先去吃盾，我无法想象，如果没有我，要是没有至少一条命，我妈等一下是。这比中风还难过啊！妈的，中风！而且画面现在忽然变很快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实况的关系。什么？有一种打出王牌猎人，妈的，有一种打出死亡之翼的感觉，好吗？哇，天哪！真的是没有雾超难打。我最后还傻靠着傻雾的时间，然后最后狙击出手。应该自动存档了吧？这游戏不会这么残忍吧？但是我找不到钥匙，钥匙在哪里？是我忽略了吗？对啊，你有看到钥匙吗？他左边那个门要怎么过？还是那个门不用钥匙也可以过？好，看起来，那个锁是坏掉的吗？炸他！不会是，不一定是这个的。王身上，王身上，王在哪里？妈，王有尸体吗？对 ，Trump 改版的没有吧 ？Trump 什么叫 Trump 改版？唐纳川普，妈的，我要去哪？对啊，最下慢，最下面，哦，
在最下面，然后你看一下王在哪里。汪汪汪，汪汪！没想到姐超不见了。啊，找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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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个吧？你这愚蠢的小朋友，你没有时间了。你这愚蠢的小朋友，你没有时间了。这一个星球，这个月亮都会来到虫洞。千万不要鞭尸失败，因为会有个你会。有啊，这是炸鸡勇者，为什么我都有发表看法？炸鸡勇者改造一费合理啊，通用火球哎、欸，妈呀！我第一次到了这里，完全没有过关的想法哎、欸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过哎、欸。那我知道了，死掉啊！从打王开始，这个游戏就再也不会成为实况的游戏了。跟你讲，这个游戏就会被列为妈的拒一辈子的拒绝往来。闷闷，好，我们先点名好了，为了避免等一下晕倒。现在52个人在，真的假的？52个人没有吧？这应该是这个。我没有看他的评论诶，他说什么？创普也是打魔风起家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对某些牌的看法会比较，我觉得是会有失。我们自己诶，我为什么想到的？我们自己对牌的看法其实很容易有失误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都有失误？因为我们这什么就有屁用？打这玩意还给我一个什么都没有啊？对，会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，这是一种这个狗没问。那当然，他是职业选手，算是一个比较爱钱的职业选手，他的看法也一定有其价值啊。啊，这几把都鬼，这个可以把那个炸了，不是吗？我待会再看吧。我现在需要的是自己把它弄鬼。啊，这个可以干嘛？打这个玩意可以干嘛？哦，他走太快了，啊，他走太慢了，我刚完全没有在意。狗妹，然后再来是走这里吧，跳过来。然后呢？哎呀，你不要乱爬嘛。嗯？先跳回来，先跳上去。我要打到这个点，对不对？左下角那个点，因为我这样子可以把这个举起来。可是不对啊，我打到那个点，我把它举起来，它就会把我杀啦，所以不是这样吧？咦？怎么这里有点不自觉？是我哪里想错？对吧？这个灯会做什么？会这样吗？如果我冲到前面把那个举起来，那我就死定了。所以我把它往右推，往左推，对吧？爽歪了。从找弟弟的评价就是爽啦，哥不用去收，对，好廉价。哎，这要怎么过？我把这个举起来，他的雷射不是就会杀了我吗？还是我想错了。对啊，我要在这里丢，我立马就会烤焦，不是吗？哎呦呦呦呦呦！哇，这妈这设计真精妙啊！哦，我还是智障，丢下去然后往前跑。这是在哪里啊？哎、欸。这是前面，对，是白痴，好吧。
神武转力觉得怎么样？爽歪啦，耶、yeah ！回答了，我死掉了。红色都是一级必杀啦。我觉得我真的是要先好，我先睡了，我先点名吧。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过后面这一关了。但是我们至少打完了另外一个超级麻烦的王，你们就知道我就展示了这有些难度，非常棒。嗯，好，晚安，没有了。我还有我的机器人巴拉巴拉 A 零零七九二零零和 A 一二三四五六三八和 A 五四七二一四三八八 A 八八四五六四一 A K 四二四二个七 Akiyama Konata Andy 八九零一七六晚安 A T 有一九九 Black T 三三一零 Casper 零一二二潜伏 U Chaos David 的七哭七哭爱，嗯，是这样念吗？超可爱吗？不是。D 四九三一二七 David 一七一八蹲帽子五二零 EVRS 两千二零二 GN 零零零一二五零零 JIA 八二一零 Joy 零二一九，要买几盒比较好？嗯，我觉得可以不要用买的、欸，你可以用收的，就各收四张，就这样就好了。然后等它涨，或是各收一打，然后等它涨，因为你收没有用啊。这一次扣掉找力地跟那一张复制人，剩下妈的牌都是娱乐用的而已。因为零二一九卡勾，哎 ，K A G O A I M N，See you good night，Kenway 一九九五 ，Love Bear 零九二零 ，Love Kuf Lu Fu Fu Gan Fu Ken 福港，福茂我还知道啊 ，L V F U K A N G。明闯一三零 M O T S O S O， 哎 S O X O M S N C K 一零一四 ，C K 一零一不是那个论坛吗？啊 ，Muse Q Q 你的一四 ，O K two O K two O K two O K two， 必须用 Q Q P K， 试试零六六六 Purple， 二零六七二 Q W S T 八一三一八 Ray Song Risa Yoshiki。Lucia Yoshiki，Lucia Yoshiki 什么意思啊？然后 Rook 二零一二 Sake Sake， 哎 Sake 念 Sake 吧，我才念成 Sake Sake 六五九二 SHE 五八九零三零四七，然后 SS 一七一七七 Stanley 八一零 Tennyson 八七二八 Where Willie Win 一五九六二零零八 Win Arc 二零五一 Rider Cat 跟 YY 八五六二一，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日历开头的，真好。我去刷牙了，你们可以看看比赛吧。然后晚安 ，See you, good night, time to sleep。总之还是念一下定场诗，对，定场诗就是开场或关收场的时候念，我们就要念这个收场诗。唱吊场啊，应该这应该叫吊场吧。就是你好，我是楚爹，我是一个时光主，我们会玩一些，我们会玩炉石战机、Dota 2、POE， 一莫名其妙的小游戏，就像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、这个。千万不要再玩它了，嗯，对，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玩的，就不要开始玩了。如果你已经开始玩了，请谨慎理财，用心至上，宝岛眼镜，就看你要不要把它玩完，呵呵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的话，这个哪里哈、哦？底下有一个追随可以按。第二个就是，如果你想要获得第一手开台资讯的话，请洽粉丝专页，粉丝专页在。这里我不知道我的实况的给人感觉的是怎么样，但是我尽力这个保持互动。当然我现在有点是吧，有点失神了，所以没有办法的事啦。啊，这个人有失足，马有乱，这什么莫名其妙？你在找哪里、啊？对，这个人有失言，马有乱蹄，没有，现在已经完全根本就是失去大脑了。这个大家多多包涵啊，有些时候也是。玩到这个，你也看到刚刚王那样打下来，这个玩到这个时候，这个过啦。哎，你没有看到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这我的屁股焦了，我跳起来。啊，那总之这个，如果你想要获得一些比较有趣的精华区啦或什么啦，请
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都会有。我会尽量就一今天好看的部好笑的部分做剪辑。不过我实在不懂，我觉得 PID 没有任何好笑的部分，除了我今天雷一沟讲到一半以外，那里可能稍微好笑一点以外，今天可能没有什么好笑的成分，所以今天这个剪就应该是不会剪什么吧，我觉得。整部上传，如果你有办法有那个耐心把它看完，也是可以啦。我也是很佩服你的啦。为什么？你说最后吗？你说全部打完那一段吗？我们真的觉得。Thank you, Risa Yoshiki。是这样念吗？我应该没有念错你的名字。可是那个没有玩 PID 的也不懂在干嘛，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容易有共鸣的部分。所以有时候影片晚上 Stanley，我只是在苟延残喘，浪费生命。一转眼这个游戏就过关了，想没有，一转眼这个游戏就爆炸了。好，不玩了，我决定放弃了。好，大家晚安。订阅要有那个啊，要有Twitch Partner。我上次申请没有过，我最近会再提一次申请看看，因为我最近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。有比较多的机会，也比较多的资本，可以再提一次实况的那个成为退居伙伴的机会。那就看到时候怎么样吧。如果可以及早开订阅的话，当然是好啊，毕竟哥可以拿的钱就比较多的啦。但是那也要你们各在大各位这个多多包涵啊。其实我觉得订阅，因为订阅是一个退取额外的服务，它可以给你表情符号啦、subscriber 那个头像或什么，所以对你们而言，你们觉得订阅比较有价值。但是其实对实况的人而言，就是那个底下有讲过啊，就是对实况的人而言是，如果你要赞助实况组，抖内会是一个比较好的。你又踩到第一千了吗？我看一下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，当然就看看人喽。好，就是这样了。我应该没有欠各位什么了吧？我要睡觉了，我 PID 要崩溃啊，崩溃，完全没有过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各位，晚安，我要睡觉喽。